Hello， 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铁虎更新后有一个新模式，叫做破浪对决啊。这个模式的话，就是大家都能开船啊。那么下面我就看一下用黄忠玩了一把是如何的感受啊。这个模式别看6打5啊，其实六个人有的时候还没有5个人厉害啊。开局大家都能开船，看见没？然后开完船之后，中路的对决画面是非常壮观的。一阵乱打之后，拿到2个人头，还算挺不错的吧。玩黄忠最好玩的地方就是，队友开船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乘着队友的船，然后边开大招是吧，边移动。这个套路是不是挺爽？但好像有个 bug 啊，就是黄忠开大招之后，然后自己开船，船就不会动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时候船就卡在这里不会动，好尴尬啊。这个模式开船不是无敌的，只要你残血，照样能一炮把你从船上打下来。给大家看一下黄忠最爽的一次，就乘着吕布的大船，拿到了一个4杀。在队友船上还能直接回城的，但最后自己有点傻，居然在这里被花木兰给击败了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模式如何呢？伟哥觉得这个模式感觉一般般，也就是开船的时候好玩一点，然后其他的话就没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感觉太混乱了这种节奏啊。正在被攻击，你的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